这个是北京的中山公园，这个是北京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相亲角啊。这个中山公园就在故宫的西边，前边是故宫的午门。这个北面就是故宫，这个是故宫的角楼。从这边到那边这一趟全是相亲的，这个都是父母直接过来相亲，它上面有好多那个资料什么的，上面有联系方式啊，父母的联系方式，所以说不方便给拍照片拍视频。一会儿我遇到有意思的我会给说一下，当然要摆正心态，这个是就当一种社会现象，但不是去看热闹，也不是去泄露别人的隐私。86年的，1.85米，男孩，重点大学，过高级工程师。一个男孩看他干啥？1.78米，哪有看男孩？看好，啊。这是谁的呀？1985年，女孩，身高1.7米，硕士。北京户口，北京有房，闪婚，还干嘛在腾讯呢？是吧？哇，这还有一个90后，啊，都是90后。自己的名字呗，就是他。那个是女生，91年未婚，本科，身高1.61米。颜色玩意儿一横的，跟他这个。你跟孩子都知道，他得挣多少钱呀、啊？得挣多少钱？好吧。男孩，92年，1.8米，北京有房，父母有房，两套房。女孩，90年出生，身高1.70米，博士学位，北京户口，北京有房，寻找一个同龄或相差几岁，学历硕士研究生以上的，1.76米以上的。哦，我过来玩。不用，那摸不开。研究院挣不几块钱，我一点不打进去。哇，这个女的90年的，1.63米，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。女孩1.65米，85年出生，北京大学研究生，在北京某大学教师在编。这太长了，不到吗？啊啊！我过来转转看。1988年，女，1.7米了，博士了，央企工作，北京户口，有房。这是一个90后的男，1.85米，研究生，央企，北京户口，北京房，北京的房子，北京的车，父母还是事业单位，退休的。需要一个92年以后出生的女的，身高1.65米以上，还得是北京户口，必须是本科以上，还得有稳定工作。1988年，北京女孩，1.65米，本科是985，研究生是在台湾上的，
现在是500强，自己有房有车。在哪工作？哦，那行行，互联网的啊，互联网的。互联网，啊，互联网的啊，互联网啊。搁哪毕业的？多高啊？高高，好个儿不矮，1.86米。哟，嗯，那个搁哪毕业的？搁哪毕业的？哪个学校毕业的？北邮的。在哪？北京邮电大学。哎，孩子呀，这个找对象不在那边背的，两百多的，看不着你照的跟小点像。愿意唱，只愿跳，反正。我有个侄女在当，在大学，还是弹琴，他就弹琴。对，那得弹，你得有机会弹。我家孩子搞民族乐。我真过。北京女孩年收入40万。这是男的岁数大找小的。北京女孩有个老太直骂，研究生毕业，搞金融的，英语6级了，钢琴8级了。这一排转到头了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排，我就不转了。这里面只有一小部分是70后，大部分是80后、90后。他们这个学历的话最少是本科，而且是重点大学的，这个硕士和博士比例非常大。这里面工作一般都是什么央企啊、事业单位啊、那个银行金融啊，大部分都有房有车。